像以前我们比如说导演叫你回头，你要看人，你一定可能要对到机器，那你要回头这样看。现在导演要求是，你要回头，你要看他，但你不是真的看到他，但是你要看到他，你要用你的心看到他。但现在有很多的本土剧，对不对？那本土剧里面就有很多的女演员啦。那可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哎，这些女演员以前不是都演国语的戏吗？啊，对，怎么突然每一个哇会讲台语，甚至于有一些之前我们认识她的时候，几乎是不太会讲台语，但是现在台语都下下叫。最近呢，我们三立有一部戏非常的棒，然后里面就有两位女演员，她们呢现在也算是本土剧女演员。哎，金家武要厉害的点，武要厉害，但是演本土剧的女演员就很台吗？那可不一定。今天来这两厉害华冈帮的，很不台哦。真的吗？很飞讯的，很不台吗？很飞讯的，让我们欢迎连静文、赵又廷。请问你赵又廷，你以前演的戏跟其实本土剧差别蛮大。对。那台语剧的剧本呢，会不会比较难记？台语算是我的母语，我小时候就所以还好。哦，你哇，真是你哦，高雄歌咏。高雄歌咏。哎呦，高雄。哎，你讲话会不会歌咏腔？早期的时候有，我跟你讲，要保留那个腔才对，才酷。哎呀，要不然就是东南哦，拍谁借歌子？哎，是这样子，这怎么会呢？就有听过嘛，有听过腔调，对呀，那连静文呢？你觉得那个台语的剧本会不会比较难记？我因为可能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在三立已经三四年了。你母语是什么？两种，两种都有。OK， 那母语哦，母语也是赢过我们的。家里讲什么话？跟阿嬷是讲台语，跟爸爸妈妈是讲国语。对，但你这个两种无耻。他会讲台语，是你为什么不会讲？因为他跟我们都讲国语，讲台湾国语。这样子，所以你妈妈跟邻居哈拉都是台语。对，他跟我们讲一定国语。可是你多少也在旁边听啊，都像我们家是完全念。我还是会讲一点的，只是演戏没办法。你说叫我上街买个东西 ，OK 没问题啊。哎，这把这机什么什么的，简单的 conversation 没问题。这样，现在我们在三立吧。嗯。哎，小哥，秀文姐，中号当路要怎行？中号当路哦，啊你就坐给人家开动就好了。OK， 但是你要暴露，暴露我大概，那暴一下，你今麦出去哈，啊为他旧中路一直行哈，啊到迄民权大桥下骹，民权大桥，可以，民权大桥，大桥，民权大桥，安尼，倒完，哦，倒完了后，搁倒啊。行弄平了，搁倒；弄平了后，搁倒啊，倒啊！啊，上火。我甲你讲，你一开始就唔对啊。是安怎？民权大桥，民权大桥是正话，咱应该倒话，行到迄个麦帅公路，正话。麦帅的桥嘛，对不？讲的就是安尼啊。因为讲到民权大桥，我个人认为这个语言太精就不需要太久。OK 啦。还是你知道不行的，那演法是演戏。我反而觉得我这次调整很多，哎，像以前一个反应就是那种一定要做足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可是现在他真的，你干嘛？你被吓到了吗？你干嘛那么强？来，做一个，我们看一下。被吓的一个现在的，就是这样。你约他去那个房间看 DVD， 然后你被吓到。一个惊讶的，去，开始，进门了。我被邀你去我的房间看 DVD。几点钟了？我休息一下。就以前可能要这样，现在呢？现在好。哎，进门啊！我邀你去我的房间看 DVD。先去吃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差很多。淡淡的，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，人家还没讲完，你去哪里？还有一个就是，像以前我们比如说。导演叫你回头，你要看人，你一定可能要对到机器，那你要回头这样看。现在导演要求是，你要回头，你要看他，但你不是真的看到他，但是你要看到他，你要用你的心看到他。用心，一次又难，一次。我懂意思哈，心看到他，用心的，现在是心看到他哈。回头，那你要先演旧版，你要回头看到。旧版了哈，对，旧版你先叫我。哎，中恒。
包袋子。啥剧啊？新的，新的，东文。这样不行，你要用心。用心了。好，汤哥，汤哥。调整一下这个东西，就比如说你回头，你要看他，他为什么不是看到他？是这样子，然后就走了这样。以前是要这样子，直接看到。对。所以好久没去演凯歌电影，大家被打死。等到用心看了，好。这组戏到目前被骂的最惨的是谁？王耀庆吗？他反而没有他妹妹。他妹妹。他妹妹。演他妹妹的人。谢丽金，超妙的，他会自己加戏啊。他对白会那样，会比较多。自己加戏。他当然说你在演什么？我在演内心戏啊。他说哦，我用不到啊，就剪掉。所以他被削了以后有没有调整？他其实还好。他继续，其实是更狠。他继续，他是耍宝的角色。那最凶的是谁？我知道。凶的。凶。他们那几个演员看起来不会很凶吧？我跟你讲，哪有看起来凶就是凶的？凶的人是看起来最不凶的，真的。对不对，张浩？谁？陈昭荣。真的很凶，他看起来不凶就是最凶啊。这个节目录到一半，我们就被打。你刚刚的想法是老子的凶吗？老子是有，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有。不是照他的话讲，谁最希望赶快每天收工要离开现场？我知道，就谁？吴马威啊！你要这样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抖音啊！这是最新的表达方法，最新诠释。OK， 对了，抖音。OK， 最新，我也对你一下。王哥，那个佑廷有想要叫你，有个新的名称，所以我应该叫你爸爸，因为迪姐是我的妈咪。对。叫爸爸，叫爸爸。基本上这个社会上，朋友是各交各的。OK， 尤其是辈分是分开算的。对对对，在我们这里，干嘛干嘛变离婚？干嘛这么委屈？因为我也是很尊敬他。这样你懂吗？迪姐很好笑，她是十二点以前跟十二点以后是完全两个人的。十二点以前很嗨，十二点以后完全荡到谷底。心里面音乐就我心啊。可是你看，迪姐她有时候很，她其实还蛮严肃的。可是她有接到电话就不一样。接电话，老公，老公，什么事啊？给你一个电话。老公，还有谁？还有别的老公吗？接我的电话。哎，阿丽我没当哦。老公，常常在现场接电话。哦，到底是谁卡呢？这么奇怪哦，都是老公在无卡。我最近通告比他密集一点。没有，你是白痴啊。没有啦，我很少打电话给他。有了，像那一天我们不是在拍外景，你有过来吗？后来你把你们的小孩子带走，儿子有来。那你们在连续的这段时间，其实我们一直在拍我们这个区块，他就一直。其实气氛是很紧张的。快点，喂，老公啊，你到哪里了？哦，我在这里，好，等你哦。好，下面赶紧 go， 差很大。拍谁？带着我老公来加班。OK， 你们是讲只有那一天接电话，对不对？因为平常我很少打电话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。我你俩有事我负责。可是他常常接电话的。没有常常。这心情，哎，我自己。这单位钱。完了完了完了。他真的在现场常常接电话的。这会是什么意思啊？观众，今天终于
真相大白。迪英在现场常常接电话，我却常常很少打电话给他，大家都觉得我很坏的。事实呢，在你们心里 ，OK。